们觉得分食已经很难了，更别说要相处融洽了。他们拥有非常致命的牙齿，这种举止可能会很危险。彼此呲牙咧嘴比较安全，不过更好的是以臀部从后面用力撞邻居几下。这种竞争的精神从很早就开始，带獾是有袋动物，他们的宝宝在育儿袋中发育。当这位母亲在争食时，小袋獾在袋中做着一样的事。袋獾母亲会生20只左右的袋獾，他们必须争夺6个乳头，竞争很激烈。即便存活下来的袋獾，还是必须抢奶喝。通常离开育儿袋的袋獾只有3-4只。但这时竞争的精神已然确立，而且会终生伴随着他们。